谢谢各位的掌声鼓励。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这首梆子，哎，你留神这梆子敲上去啊。日本梆子，嗯，那我师傅郭德纲，还有我大爷于谦，还有一个老师，还有我的师叔，你不能按照这外形说啊，师叔，哎，刘源，对，他们三位给您演了一段，很辛苦，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，还该我表演了，隆重的跟大伙介绍一下，我，这位老师，我，他叫史爱东。是我石老师，没客气，是一个不错的演员，那可您太捧了，我很喜欢他。那您喜欢我管什么用？我特别喜欢他。啊，一般呢，这个说相声啊，都是为了挣钱，而他不一样。我不图钱，家里有钱。哦，他们家里特别有钱。是，他是富二代。嚯，我这岁数还富二代？富二代。哦，他父亲有钱。哦，他父亲是上江西的老总。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跳江西的老总，他是世界的名优啊，叫什么呀？叫大 H。 哎，这还大 H 呢，还不如大不有脸呢。大 H 啊，这么有钱？没这事，说相声不是为了挣钱。哦，为了是玩，就是玩。对，玩票。但是每个月发工资啊，你得拿着，那不给就拿着呗，是不是啊？我问问您呐，您这一个月啊，归了班堆能挣多少钱？嘿，不多不少，嗯，3000块。哎呦，你那眼睛别瞪了，瞪出来也是余额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谁比呢？能挣多少？3000块钱。能3000块钱呢？你怎么着？你要咬死我是怎么着？山东怎么着？行，咱哥俩的关系不错嘛。相当不错呀，相当不错。啊，您一个月挣3200块钱，是？那您每个月不得送我2800吗？我这一月白干了。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凭什么送你2800的？你不清楚吗？什么事儿？我们家困难了。你们家困难？嗯。别这表情干嘛？有事先说。困难。你们家怎么困难呢？我们家人口多呀。人口多，几口？180口。这是你们家？你们小区？小区180口。您说什么？你们家到底几口人？我们家，我们家7口人呢。几口？7口啊。有吗？现在哪有7口之家呀？哦，宁静一楼不见一口啊。哇，这多少口人家里啊？多一份口呗。多困难呐。行，你也别说了啊。哎呀，那真呀，那声情并茂的，你这是咱们，真得拿今天你要圆寂是怎么的，是不是？咱别闹，您家几口人我最了解。你怎么会了解呢？咱俩是朋友啊，我常去你们家呀。你们家和我们家一样啊，全是6口人。不能够。你瞧，我们家7口。6口，7口嘛，1、2、7，7口嘛。您的爱情我管不着，反正是6口。7口，6口，6口准的，7口定啊。这人较劲，您要非得说7口，嗯，咱们今天当着各位的面，嗯，算算你们家到底有几口人。按照您的意思来说啊，咱们不说相声了，别玩了，没玩了，给大伙儿算算人口，算算你们家到底几口人，什么时候算？现在就算，现在算，对，在这儿算，在这儿算，行啊，等我一会儿，干嘛？我拿电脑。哎，行，我说你们家那几口人啊，用不着电脑，全在我手里头转着，是吗？对，拿手就能算，拿手就能算，那可不，你们家那几口人，这一手就能糊弄过来了，你高科技呀、啊，这有什么高科技的？怎么算？您瞧，算全了为5，啊，小指出了为6，啊，无名指出了为7，准能出来？准出不来？准出来？准出不来？7口嘛，6口，这，行，我也不跟您帮了，嗯，咱们现在开始算了，现在开始算啊，山兄，怎么着？咱们算不是算啊？咱们明白算。那怎么着还纸皮算？什么叫纸皮算呢？那什么叫白算呢？咱挂点赌钱，赌点什么的？哎，您说赌点什么？赌钱。赌点钱，嗯，好，也别忒多了，好，500万怎么样？还不多呢，
你们家是太困难了。你们家有个上跳江机吗？什么跳江机啊？你拿这致富来了你？啊？500万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少点。少点。哎。5分。不是，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，也别500万，也别5分啊，咱们10块钱为赌注。10块钱为赌注，哎，这东西不错，好吧，取个中，哎，行。我都纳闷，你怎么取的这中啊？啊，那你甭了啊，咱们就10块钱为赌注。10块钱，拿一条烟去呗。我没法，没地儿买这烟去，您这烟太贵了，我告诉你。新发地买的呀？假烟呐。没听说过的，就10块钱。10块钱，哎，行，那我现在开始算了。干嘛？您看哈，嗯，头一头，你爸爸，哎，你等一等啊，什么？10块钱可是10块钱呢 啊！我要那个人民币。对呀，美元我也没事给您找去。人民币，对啊，就那个颜色。哪个颜色？我要那个毛主席那个。毛主席那是10块吗？就是10块啊，10块是毛主席啊，也是毛主席，对，我还真没注意看。行，10块。我就在那个，我们家全是刷卡，不花现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心大心的啊，大心大心的。行，对，可以了吧？可以，接着算啊。嗯，头一口，你爸爸，哎，你们也真是打赌的是吧？当然说了啊，10块钱可是10块钱，嗯，我可要省钱。什么叫我不要零钱，一个4块一个6块的我不要。你这账算还真好，这回算对了。我跟你说，整钱一张票10块钱，新出锅的。你按照糖炒栗子说的是吗？糖炒票呢？怎么样？炒票是什么？新钱，哪新？对，成了吧？能削萝卜那种？那是刀子，拿钱削萝卜。还挺新的。啊，新钱。啊，行，好吧。好，咱们接着算。嗯嗯。头一口，你爸爸，哎，你能早点吗？给你怎么办？什么这块儿？大哥，啊，你说10块钱是10块钱啊，钱可是钱啊，这不钱可不是钱吗？你不能给我弄10块钱窝头，我也挣不了，是吧？我到哪儿给您找10块钱窝头？我明白您的意思，现金，对，不拿物底，对，没问题，10块钱啊，明白？嗯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。我算什么算？这么我在靠我爸呢，微信头我一算，他准答应。咱接着算，接着算，这头一口，哎，小子，你是算的是答应的？你问他，我问啥呀？我够着了吗？我啊，算，咱别答应，算。哎，不答应！你要是再答应，我可今天憋死你，待会儿答应去。啊，行，不准答应了啊！行，看着啊，头一口，你爸爸答应，你答应我看，没答应吗？答应，打一抽，我给验了。哎，有验爸爸的吗？哎，哎，这怎么个意思？打一拳有办法吗？没他这样。这大脑袋，我跟你说吧，最近跟别人合作还真是变聪明了。我一个人啊干不过他，我啊找一帮忙的，把这便宜给捞回来。您等会儿啊，后边有帮忙的吗？谁闲着呢？哎呦，这位，您来了。哎呀，您看这身量，在后台刚渡完水，干嘛都饭局啊？什么？您还吃呢？那什么事叫我？啊，我呀、啊，怎么着，跟他那儿吃亏了？不、啊，你等等，你等等啊！史爱东啊，我跟岳云鹏那儿吃亏了，吃亏了，不可能的。这啊，这主要工作最近啊，让一猪给他量活，他跟这位没少学，所以今天我没绕得过他。您呢？怎么样？你活该，嗯。什么叫活该呀、啊？我叫你上来干嘛来了？什么事您说？嗯，我让您啊帮帮我忙，帮什么忙？把那便宜再捞回来。我你等等，我没听明白啊？什么便宜？刚才他上来跟我说，他们家7口人，他们啊明明是6口人，然后呢他让我给他算，我这一算说头一口他爸爸，然后他就答应。你等等，我没反应过来，啊、你在那边。
你来，你好，我没反应过来，嗯。要不然屁股就是屁股，嗯，我怕放屁股了，头一口 啊，他爸爸啊，哦哦哦，哦不是，啊、我不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就是、啊、你给他算人头，算人头。哎，这个花篮是送的吗？是送了，不怕，还有不管他这事儿，哦，不，您说我这事儿，哎哎哎哎，哎，叫你。我在台上呢，我是你请上来的还是我是你请上来的啊？我们妈妈怎么着？我没听明白，我没听明白。我请的您，到底谁？我请的您，您请了我。对，您跟他打什么招呼？你从他那儿吃亏了。对啊，那你就请我的意思是请我帮忙？对，让您帮我把这便宜捞回来。帮忙是帮忙啊！我说句话啊，您说您说，您听什么？有好处吗？我们俩挂点赌，嗯，如果要我赢了呢，啊，十块钱为赌注，找错，我掏十块钱就把他弄死。十块钱连把刀都买不了，我跟您说，瞎赌啊！不是，您打赌是十块钱是吗？十块钱为赌注，十块钱为赌注啊！你快点说，等吧，你别等他了，我看他能闹成什么样。哦啊，十块钱为赌注，你们俩人啊？对对对，就是。甭管谁赢，要十块钱。对对对，那我要帮忙，我不让您白帮。嗯，我不得拿十块钱吗？十块钱全归您了。那怎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给您一半，五块，五块。哎，不行。怎么呢？五块钱我出来帮你干嘛呀？五块钱嫌少。少，再，连税钱都不够。五块五。那你这你怎么？五毛五毛的，那您说的一共十块钱，你给六块钱我不就干了吗？不明白这玩意儿，我差那五毛钱啊，不给您六块，啊，给六块，给您六块，那、啊、你，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啊，你怎么吃的亏？你得告诉我，我又给您说一遍，不是您怎么吃亏这样啊？我好就反击他是吧？就是他们家啊，其实是六口人啊，六口人怎么着？他愣说他们家是七口人啊，你给他们家算，我给他们家算，你怎么算呢？我是这么算的，六口，他爸爸，哎，那个，石老师等一下，不是您说，您这个六块钱啊，能给我整票吗？他有六块钱整票吗？你见过钱吗？哎，不，我这块，你给我一个五块的，给我一个一块的，啊，那没问题，五块我要整了。哦，五块钱整的啊，行吧，行，那您来啊，啊，您告诉我，然后我跟他说，啊，头一口他爸爸，哎，那个，车老师啊，您说，你要是没有五块，您给我俩三块，我到哪儿给您找俩三块的去？不，你给我钱六块钱，六块钱啊？您确定啊？我给您六块钱，这不能乱啊，乱不了。那我听懂，我算他们家头一口，那头一口他爸爸，哎，这个。怎么个意思？石老师，您说，您可给我纸票啊，不能给我钢镚。干嘛不要钢镚？没有钢镚，我吹一阵狗腿稀里哗乱响，不行。那多好啊！哪好啊？俗话说，狗带铃铛跑得欢呢。不欢，哪那么欢？哎，怎么了？说怎么了？好不容易给您拽上了，我这不帮忙吗？这不帮我这忙，您得帮我这忙。哦，那你这他不就是你数他答应吗？对。我就说，哎，您说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你活不明白？怎么活不明白？他们家人口凭什么你算？那应该谁算？他算。嘿，要不然您这身肉，哎，你老提他干嘛？你是他算，他算啊，他一算头一口，肯定也得说那位。哦，他是你答应，这就捞回来了。对了，我在台上，我帮着你答应。好啊，这不明白。要说您这身肉没白长，我跟您这么说。智慧全在这儿呢！啊，那赶快忙！哎，我等不得了，我。怎么了？我跟您说啊，你们家人不应该我给算。那怎么着？您自己算。对。啊，你家人钱我自己算。您自己算。行，那我算吗？您现在就算。算完。啊，您等会儿。
好一好，唱不唱东西啊？哎，你美什么呢你？他算了，他算什么呀？他算什么呀？他说头一口他们老公俩，老公俩，我胡说八道就答应了，啊？就是。你说笨吗你？行，不，下边啊，岳云鹏。你可不地道，怎么不地道了？对，人家甩中头一口可说的话。哎。哎，您给我啊谢谢您我跟你老师啊，您说您说他头一口说说的老公了啊，对啊，他可没说爸爸。哎，行，我抱回去了，抱抱抱抱抱抱。哎哎，头一口你怎么说老公了，你怎么说爸爸？哎哎，对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你再来一遍。啊，怎么忘了？你再来一遍。我忘了，我忘了。啊，哎，算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你就这么着，好好说啊。你接着说。嗯，头一口，他老公娘，我妈，我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儿，朋友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是不是七成？我得钱啊！等等等等，我给人掏钱啊！掏什么钱？人算出七口人，他算出七口啊？多少有钱？您看他算多少？他们有毛就算的，他算的有毛呀！你再来，再来，没看清。您再来一个，你再来吧，再来一遍啊！来再来，什么眼神这是？来，看看，看好了。儿子好，他们老公俩，我妈，我哥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儿，还是七口。你走，你走，行不行？没错啊。是啊。不，哎，这位，嗯，您再来一遍，最后一遍了，最后一遍。你太矫情了，快来。头一口，他老公俩，我妈，住手！他们老公们俩，我妈，你俩妈。您问那他哪妈生的啊？我就俩妈。啊，俩妈，俩妈不行，怎么不行？你怎么是俩妈？我有干妈。干妈，干妈像话吗？干妈不错。啊，算吗？干妈，干妈算户口本吗？问你。是啊。啊，户口本你爸你妈后边来干妈，你爸跟干妈干夫妻，干啥就出来了啊？就是像话吗？干妈不算，干妈不算也是七口，不能不算就是六口。你看什么呀？你说，头一口，他们老公俩，你妈出来，你妈在屋，我给他下个心愿，我给你配一干爸。我算什么？算你哥哥。你嫂子啊？讨厌，这是谁来的？你啊？我媳妇。嗯？还是媳妇？还是媳妇？你还小月月呢？别照着小月月。这平板，你再来一遍，最后一遍了啊！最后一遍，你可太矫情了，看见没有？怎么没看清楚？我帮忙挣钱，我看清楚，看哪？头一口，看哪？我们俩，我哥哥，我嫂子，这谁？你，我媳妇，出去，回去，干嘛？啊？这话吗？怎么这？您听到了吗？啊？他们回来了，他媳妇就出去了。哎呦，他们两口子真够烂的，我告诉你。小人不能下人关。就是你给刘元看家，你说这不，我跟您说，您得回去，你媳妇才能出来呢。我就是六口人，你家里没分家，你是吧？真是的，你家里怎么不对？我说您出门就数来的呀，七口啊，你们家人全在地下待着呢，知道吗？出门还点数呢。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。不能，别让我问住了。你说，问你个哑口无言。不可能，你算我儿子了吗？您还别乐，真是的，我怎么忘了算他儿子了？前两天他媳妇儿真给他生一儿子，虽然说不大吧，就这么大，跟耗子似的。那人家一口人呢。我给忘了，孙老师，您看这怎么办？海东啊，这是你的不对，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你们俩住的地是我们俩住的地，我们俩
你们俩住近。对啊，他媳妇生孩子你愣不知道。还真是给忘了 啊， 啊，真是给忘了。你忘了啊？你忘了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我是不知道啊，你是忘了。我是忘了。要栽了，咱俩在一块儿栽。您看，我真对不住您。怎么了？我多挣钱容易了我。您就奔这六块钱来的？你都不要丢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您就别说了，别数落我了。您想想办法，怎么办？想办法是吧？啊，你加一块钱，给您七块钱。行啊，七块钱，七块钱，我给出一主意。您说，他那说什么？他说我没算他儿子。你没算他儿子啊？你就说你算他儿子了。红口白牙不认账，哎，咬死了不认账。我就说我算他儿子，还一路的咱俩人，没错。您就算，哎呀，你说刚才我没算你家谁？你没算我儿子，我算你儿子了。别玩笑啊！这不玩笑，我就是算你儿子了。你什么时候算我儿子了？他问我什么时候算他儿子？你就现在算他儿子？我现在就算你儿子了。你在哪儿算的我儿子呀？他问我在哪儿？你在这儿呀？我就在这儿算的你儿子。你算我儿子谁看见了？他问我算他。这不把人我都看见了吗？他把人我都看见了吗？你这那就没看孩子。当然了，你要是算我儿子，我们家七房；你要没算我儿子，我们家六房。没错。这才明白，我要算他儿子他们家七，我不算他儿子他们家六。你把我过去给他了是吧？啊，赖了，忘忘忘忘，你跟谁一伙的？忘忘收转房费了。什么转房费啊？忘忘忘了，我不是啊，我说我有乱了。你琢磨琢磨。哦，你过去给他了？可不是吗？那还咱们吃亏了？可不吃亏了吗？我叫您下来干嘛来了？我呀、啊，啊，我再出一主意，行吗？可别加钱了啊！你瞧这眼睛瞪的，你至于吗？这主意加一块，不，你我再出一好主意。没错，咱俩这个就折面，知道吗？啊、你呀、啊，啊，他上来怎么说的？他上来不跟你哭吗？对、啊，不跟你说那个家里难过吗？心里难过。你就直接跟他哭，怎么着？你们家几口人？我们家六口，八口。六口干嘛说八口？干嘛说八口？你就说八口、啊，他肯定不信，他不信他就得给你算，就得给我算。哎，你算头了，咱先答应。算到第七口，他没算你儿子呢，咱这不拆回来了吗？到第八口，他没算你孙子呢，咱还挣一辈儿。这主意糟啊！对，我过去。你这感情饱满，你哭不了。哎，感情饱满。我点二货。真人吗？哟，怎么了？你有事说，你别乐呀。我这是哭了。要哭了的。怎么哭了？我心里难受。怎么难受啊？我们家困难。你们家困难呢？困难困难吗？哎。不是困难困难吗？困难不少，怎么办？你说，我们家人口多，你们家人口多呀？啊，下得了吗？我下不去这手。我来，你来什么你？啊，我们家人口多，起码我们家八口，多少？八口，你们家有八口人？你不信？我信了。哎、啊，信了，好来信了，信了不行，信了，信了不行，信了不行，信了那些都算，算。啊，怎么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刚才我算你家人口的时候，我吃亏了。我就说我们家的人口多，那你也得给我算。我们家明明是六口，我就愣算你八口。你不信也得给我算，算到第六口不平了，算到第七口说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呢，我就捞回来了。算到第八口说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，我不但捞回来，还涨你一份。我算大的了，你缺心眼子了你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告诉告诉他算，告诉你了，你也得跟我算。怎么算？我怎么算？你怎么算？你怎么算的？我从大往小算。我呢？你也得从大往小算。从大往小算。对。现在开始吗？现在就算。现在开始啊！好吧。头一口，
我先算你爸爸。哎呀，我的心里边痛快啊！您听见了吗？啊啊！头一口他先算我爸。你不能先算我爸爸，那我后算你爸爸。你后算我爸爸也不成啊？那我怎么能算你爸爸？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？那我要不算你爸爸，再说了算位谁算你爸爸呢？啊！那谁爸也不能算我爸？他问怎么才能算我爸爸？我算你爸，我算你爸。